大家好，我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机械人。在建造业议会数码分身中心，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数码分身的六个应用领域，并展示每个领域的项目事例。数码分身领域一，智慧数据共享。数码分身领域二，智慧规划及设计。数码分身领域三，建筑信息模拟智慧成交。数码分身领域四，智慧墙外预制组件及交付。数码分身领域五，智慧工地管理。数码分身领域六，智慧资产及设施管理。智慧工地管理专区，俾参观者体验智慧工地安全系统的最新技术和解决方案。多用途区域用于举办研讨会和活动。Digital Twin Lab 配备29部已安装多种建造数码化相关软件的高效能电脑，欢迎机构租用作培训用途。现在就联络我们展开你的数码分身之旅啦。